空寺的修法就是再造，新造万法，极乐世界义正庄严，这个水晶界地上面是金绳界地，宝树成行，亭台楼阁金碧辉煌，这是从空明的法界中要以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因为他想有这样的一个世界来接引众生，这叫愿力。以阿弥陀佛的功德力，他有这么个愿望，他能否已经积攒了这样的原材料，你要盖极乐世界，你要有水晶，你要有黄金，你要有七彩五彩的宝贝啊，宝树成行，你要有这个红宝石蓝宝石，你要有数不清的无量黄金才能盖亭台楼阁，你要有八功德水才能够建七宝莲池，是不是？一切的一切这些物质是空明法界里的色，叫空色物，是透明的。那它是什么？它是德行，它是德能，它是功德海，用功德海换来的原材料。你家里要盖房子，盖一个别墅，你要有砖头，有木材，有钢筋，有混凝土，你没有这些原材料，你想盖楼只是空中楼阁。你必须用钱财去买的这些原材料，你才能盖成楼阁。是极乐世界要建成义正庄严，也要有这些原材料，也要得到这些原材料，必须有足够的资财法财。这个钱是什么钱？功德海，功德金，是你的功德变现的。说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义正庄严，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建立的无量功德海，有了这样无量的功德换成的建筑材料是黄金，是水晶，是宝石，是七宝莲池，是各色莲花，八功德水。就是大家不要玩虚的，我们这一生就要开始建立功德海的概念，功德金的概念。就是我们此生大家现在还都不错，混得不错，还活着啊，官病也没找上你，你还没死，你还活着，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全世界死了几百万人，没轮到你，你还活着，这是功德罩着你，诸佛菩萨罩着你，祖先护着你，这也是功德力啊，你才活着。那你还有钱赚，吃喝拉撒都不缺，这也是一种福报。那么今生把福报要赚成功德金，赚成功德海，不留在这个世间，而去用来建立自己未来的净土世界，接引众生在净色界，在色界天的顶天叫净居天，已经不是天界，它是圣者的法界，圣者生存的空间。你所有的东西要存到那个地方去，变成黄金，变成水晶琉璃，变成宝灯啊，变成这个将来你在那个世界建立亭台楼阁的建筑材料。此生功德圆满始成佛，是不是？我们除了自己的吃和用，手中的钱用来干什么？存到功德海里去，存到自己的净明法界里去。
这个在现代物理学里面叫物质不灭，能量守恒。所以我们把它变成功德间，用在普度众生这个事业上面去，那么在未来的净居天里面，你的世界就库房里面显现变现出了大量的功德物，将来要用这个功德海的生成的建筑材料去建立自己的世界。因为你们将来有一天都要成菩萨，都要成佛，说是不要空过了此生，悟过了此生。凡夫地的凡夫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的世间财富、世间的名利和地位换成功德金，是实在是一件大冤枉的事情。他们换成了六道轮回的资本，去极端的享受、极端奢侈的腐败，结果都变成了欠债。在这个世界你以为你拥有，实际是你浪费了，浪费了就变成欠债，欠债就要还，所以是就在六道里面去轮回了。这是一件十分冤枉的事情。所以是希望你们这些已经觉醒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一件事情，不要再稀里糊涂，明明可以把它变成功德海，变成功德间，而极端的浪费作恶，都把它变成百年之内浪费的东西。你把它建成豪华别墅，百年后这个豪华别墅依然在地球上，依然是一种浪费。在另外的世界，你的功德海里并没有这一个账，并没有这一笔钱。所以是大家要重视，在六度修行中，菩萨道的修行中特别重视布施。这个布施包括了财布施、法布施，法布施是能量布施，然后这个无为布施，这些布施可以变成功德海，可以变成你未来金刚世界里的建立金刚地、金刚墙啊、金刚床、金刚殿的建筑材料。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了，我们修幻身，元神的幻身，通六道、通欲界天的幻身、色界天的幻身、欲神身的修炼，元神身的修炼是司空天的色无色界天的幻身，最终要成就自己的金刚不坏的这个金刚身，那就是出了六道轮回的罗汉身，出了六道轮回的菩萨身，出了六道轮回的佛身。